那最主要是过去我他的第三个这个兄弟，因为他有一个视障，所以有被列为低收入户。那其余的他们都完全也都没有申请，也都没有再跟里长或者民意代表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反应哦。不要让他躺着好了啦，他可能在不舒服，他在不舒服。他不能，他脚卡住我的被子了。今天来看和美三兄弟哦，那最主要是过去我他的第三个这个兄弟，因为他有一个视障，所以有被列为低收入户。那其余的他们都完全也都没有申请，那甚至于议员在隔壁或者里长在附近也都没有再跟里长或者民意代表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反应哦。那后来县政府知道了这么一个案例，那我们现在呢老三呢现在在医院完之后，我们会转介到社福机构来做相关的安置。那老大呢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肺炎已经过世哈，那老二的部分我们会让他身体养好，然后辅导他能够呢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哈，让他们呢都能够这个各自安置，然后都能够有好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也要在这边拜托我们的乡亲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个1957的一个关怀的一个电话，也希望说有什么任何的需求都可以跟我们1957这边有专业的社工可以为你来做相关的服务。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再拜托我们的乡亲哦，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1957。